韩凌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真的是改了姓氏，就彻底忘记自己曾经还是方家的人啊！带这种败类来玷污方家的地方，有规矩吗？小子，想做门主，就应该做点什么。小小，我马上就要成为八旗门的新门主，师叔也不是你能随便污蔑的人。师叔逃到国外2年多，长本事了，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外公今天不在，我也一样能赢你。就凭你？这是什么招式？我在东南亚这2年，已经把八极拳、泰拳、马来拳的精髓融合在了一起。你想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哎，师叔，小小都已经被赶出去了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妇人之仁。师叔，恭喜新门主！恭喜新门门主！小门主，我们来迟了，大家都愿意听从您的调遣。好，帮我召集海中心的旧部，我们缺人手。是，你们几个听着，赶快去安排。是。我躲在这里的事情，保密，一切低调。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李莲，快走，走呀，走啊！小门主，快！外公，对不起，我让您失望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一定挺过这道难关，重振霸气们。老爷子在这睡得挺好啊。有什么事，出去讲，不要打扰我外公清修。怎么，死人还能蹦出来打我不成？你不要太过分了！伤还没好，你倒是挺顽强。你凭什么跟我斗呀？你的那些亲信都被我清理掉了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你做梦！师叔，这会出人命的，后患不除，如何安心？走开！飘飘，今天晚上我做饭，想吃点什么？你说了算。
那苦瓜生吃好了，再凉拌点酥皮。嗯。我最近买了两本珍藏版的漫画，回去给你。真的吗？嗯。还算有点良心。是啊，我良心发现了，所以你能不能笑一下？大家都以为我真让你吃树皮了一样。走，走啊！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笑笑，笑笑。笑笑，笑笑，没事吧？快！这是，陈叔，麻烦你了，跟我来吧，来。伤得非常严重，必须在我这儿好好调养。一会儿我给他开个方子，啊，每日服药。这个方子里有几味药材呢，比较稀有，我这儿刚好用完了，得麻烦你们去帮我买些药材回来。没问题，麻烦陈医生了。不用客气，魏楚他看得懂我的方子，你跟着他去就行。这个姑娘她究竟是？她是飘飘的好朋友。习武之人吧，哪个门派？他是八极门的人。也罢，我就不多过问了。只不过，他的经脉几近俱毁。那能治好吗？好在送来的及时。虽然伤得很重，但仍可调养恢复。你们也别太担心了，既然是你们的朋友，我一定会尽心医治的。就是不知道是谁把他伤成了这样。陈叔，他在这里调养的事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那是自然。别担心，陈叔会照顾好他的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这么快，小小。他能一招把笑笑打成那样，打伤他的人实力甚至超过当时的方剂。那个人如果与我们为敌的话，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。但是我不会让你出事的，相信我。我能保护好笑笑，对吧？我知道他人不坏，千万别让陈明和杨凝雪知道小小的下落，将会省掉很多麻烦。你也可以稍微放点心，省得变老。你，去。生气会长皱纹，你还是笑起来比较可爱。不是我说你啊，我还没过门呢，你就嫌我这嫌我那的。我生你气来，不可爱吗？你这样可爱。药店到了，给你买些枸杞。没有药店。我药店，小坚果。怎么样？按照你的要求，蝴蝶兰、松枝、奥梅、剑叶，清雅别致，对调养身体有极好的好处。你还挺会插花的呀。想学啊？不想。
小小，这个是医生给的香薰，说有助睡眠。不要你们多管闲事。我跟他说几句话，你先出去吧。有事叫我。你是觉得我特别可笑，是不是？是。费了那么多力气，就是为了摧毁太极系，结果现在我自己落得这么个下场。可能这就是罪有应得吧。你知道就好。你来这就是为了看我笑话的吗？我是想告诉你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回头？你总算回来了。外公，怎么办？警察找到你外公尸体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两个时辰了。太极系那小子自导自演了一出绑架的戏。我怎么回头？我为什么要回头？这从头到尾都是我的计谋。魏楚打死了掌门，他们家将所有的罪行全都归到他身上，让我们八旗门永远都蒙羞。不可能，没有人能打败我外公。那混蛋小子在你外公的茶水里放了药。都是你，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蠢吗？你就没想过，从一开始你和魏楚的绯闻照片是怎么流传出去的？你就一点都没怀疑过我吗？那又怎么样？我从来没有怀疑朋友这个习惯，但是飘飘，我和魏楚的仇恨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，所以只要你和他还在一起，我们就不可能做朋友。你走吧。休息，明天再看。你要挺住，你外公他的遗愿是让你做门主，我绝不会违背他的誓言。现在方兆天纠结了一伙人准备夺权，你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啊。不管是魏楚还是方兆天，我都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外公，我让您失望了是吗？还在想笑笑的事情。我明白，但是你要学着把一些事情放下。笑笑的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。要不你试着再剪一下。
难哦。剪枝需要专心，枝茎的修剪不能粗糙，要不然会影响了美观性。固定要选择的花朵，既要考虑到实用性，又要考虑到美观。别着急，慢慢来吧。其实，我教你插花是其次，我很希望你可以在学习插花的过程当中保持心静的状态。你以后还要遇到很多事情，不光是在生活里，还有即将到来的全国舞蹈大会，遇事不要慌张，静心以待，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全国舞蹈大会邀请函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全国舞蹈大会邀请函，念一下。尊敬的魏楚先生，你好，我们诚邀 CMFU 学院太极系参加本届全国舞蹈大会，与各路高手切磋武艺，弘扬中华舞蹈精神。哎，你为太极系赢过了整个藏锋学院，而那次比赛赌注就是全国舞蹈大会唯一的参赛资格。全国舞蹈大会是五人团体赛制，我希望你可以担任这次队长，带领太极系出战。哇，你个魏楚，都是你一手策划对不对？老谋深算。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让你来当队长更容易为太极系证明，还有以你的身份可以打破门第之间。你心里就都是太极。我承认，原来我教你太极确实是为了让你代替我，但是现在我只是想成就你。哎呀，可是这场比赛这么重要，让我去参赛，如果输了的话多给你丢脸啊。其实我觉得韩师兄挺好的，还让我当领队，压力好大。不，我觉得你更适合当队长，我相信海安是这么想。可是奶奶知道了的话都会同意吗？放轻松，他也不会吃了你。奶奶这边我来说服他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组织队伍，然后加紧训练。嗯，可是我陈冰、宁雪、海洋，我们就四个人，你要打吗？你的伤其实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笑笑那边可能出事了。是我失职了，没有照顾好你们这位朋友，
他病还没好就偷偷离开了。陈叔，你不用自责了。笑笑他会去哪儿啊？陈叔，您什么时候发现笑笑不见的？大概半个小时以前，我在外面收拾药材，这一转眼回来他就不见了。以他的身体现在可以远行吗？他大病初愈，恢复的时间也不够，体力上应该会亏欠些，我想他走不远的。我们去找他吧。把心放宽点，笑笑不会有事儿的。就我这心脏一直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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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个不停，我总觉得会有不好的事发生。你等我一下。喝吧，一会儿凉小六，过来一下。刚才那位弟子，我怎么没见过？刚才那位是王师叔带回来的门徒。门徒？今天早上王师叔带回了好多自己的门徒。那师叔呢？师叔正在后院教弟子练功，听说还要传授功法。行，你先忙你自己的。都做弟子练功啊！我看八极拳的拳法太过简单了，所以我给他加了点地下的拳法。你看，多威风啊！师叔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马上就全国武道大会了，现在突然改变风格，是不是可能会适得其反啊？你是在怀疑我吗？我哪敢怀疑师叔啊！我只是有点担心而已。哼，还有，那个萧萧绝对不能留，否则对你这个门主之位有些威胁啊。师叔，这就没必要了吧？你放心，我的人已经在搜索萧萧了，那点小事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，不会留下任何证据，也不会牵连到你。所以，做门主啊，一定要心狠手辣，否则难以服众。
还不接？再打一个。还不接？海洋，白海洋，我是陈斌啊！海洋，开门。海洋，怎么回事啊？白海洋。才刚起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听到。我们现在上来啊。海洋。早啊。这都几点了还早？天哪！海洋，这还是你吗？你们过来坐吧。不好意思，有点乱。海洋，自从你三个月出院到现在，早上在太极系一次也没见过你。知道你的伤还没有全部恢复，但是最基本的练习你应该没问题吧？对啊，海洋师兄，你也不能再这么一直颓废下去啊。海洋，走，现在跟我锻炼吧。走，走啊。好嘞，让我换件衣服吧。行。你真是贤妻良母。好了吗？那个，我们分开跑不行吗？我们有连在一起跑吗？太弱了吧，才跑半个小时就累成这样。他也是被潇潇害得够惨的，我们一定要让他重振旗鼓。哎，海洋，你跑完了？你们要干嘛？跑完不当然要拉伸一下。对啊，我们帮你。别，我自己来。我知道是魏楚让你们来开导我的吧。现在真的一点事都没有，挺好的。我承认，之前我训练有所懈怠，我将功补过，我自己拉伸。魏楚是真的关心你，但是这次是我们两个自己来的，他不知道。对啊，你受伤了，那我们当然得关心你，对吧？那我们一起练吧。好啊。真像我们小时候一起训练的时光。小时候。你和以前差远了。小时候比你强，现在我还是比你强。说什么呢？小时候我最强，好不好？我最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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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心训练。我最强。我最强。谢谢你们。应该的。魏楚。你别让陈明和宁雪天天陪着我训练了，身体都吃不消了。这不是我安排的，但我可以帮你跟他们说一声。行了。
班主，小肖。没事吧？魏楚，对不起。不用道歉，你没做错什么。既然八旗门选择对他动手，就证明他现在已经不是八旗门的人了。不过，他被伤得这么严重，一定另有隐情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他。你可以照顾他，但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开朗、没有想法的笑笑了。他既然选择从陈医生那里逃出来，就证明他不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。你是说他是从陈医生那里逃出来的？嗯，一周前我和飘飘发现伤痕累累的他倒在草丛里，飘飘执意要救他，就把他送到了陈医生那儿。你们找到笑笑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怕你再受伤。外出，笑笑，他不告诉你，不就是因为怕你坏了他的大事儿吗？像他这种心机深重的人，对任何人都心存戒备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魏楚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你为什么不躲？我一向光明磊落，有什么可躲的？光明磊落，您还真敢说？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，请你直说，没必要拐弯抹角的一直陷害我。这个仇我不报，我死不瞑目。笑笑，你照顾他，我没意见。但我要最后提醒你一次，他现在是危险人物，你要考虑好后果。我自己救下的人，我自己会负责。魏楚，你先走吧，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。放心，他不会伤害我。
了？找到笑笑了。真的吗？他在哪儿？我去找他。你还是先别过去了。为什么？他伤到哪儿了？你跟我说。他在白海洋的家，不过没什么大事儿，在休养。他的情绪不太稳定，攻击性极强。你还是等他稳定一下再过去看他吧。那你叫陈医师去看了吗？陈叔说，好好休养，就会好起来的。不行，我得再叫陈叔给他开几副药。好，去吧，你不用顾虑我。笑笑，你醒了。我不能待在这里。现在外面到处都是追杀你的人，你还身负重伤，除了这儿，你还能去哪儿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就算要走的话，也得先把药喝了。我喂你。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，就算出去了还能做什么？乖乖把药喝掉，身体好起来，你去哪儿我都不拦着。嗯。这就对了吧。就安心在这里休息吧，我出去就好。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。就算要走的话，也得吃饱了再走吧。笑笑，我进来了。你的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，这是我的衣服，你可以拿去换。等你伤好了，我带你去买衣服。我说过让你不要再管我了，你出去。那你早点休息。师兄，小小还没出来吗？他到现在也不肯说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。笑笑，笑笑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开了两副药，这个是外用的，这个是内服的，你按时吃药，一定能好。没事吧？看来有人不领情啊。我们走。
手还疼吗？你是不是很讨厌笑笑？他伤了你。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笑笑的事交给我处理吧。你怎么处理？我能帮忙吗？不用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伤他。